今天我们来介绍孜然火腿土豆丁的做法。可以做菜，也可以当零食的美食，真的好香啊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土豆去皮切丁，水开下锅煮三分钟。捞出沥干水分，煎至表面金黄，盛出备用。火腿片再煎至微黄，倒入土豆丁混合翻炒一会，放一勺孜然粉，一勺辣椒面，一勺白芝麻，一勺孜然粒，一勺生抽，少许盐。翻拌均匀，撒上葱花即可出锅。绝对的解馋小零食，快来试试吧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